从春到夏，极限男团陪着我们一路走来。这一路，极限男团带过货，六款产品全部卖光，出过道，攀登沙山，守护梦境，看往昔，梦回大唐，望未来，畅想五 G。 这真的是机器人发出来的吗？半夜试摊主激活经济，为医护英雄许下心愿，三德无恙，幸德有底。不知不觉，第六季极限挑战来到了收官之战，收一期了，收一期帅一点。最后一期了，大家有什么遗憾没有？在这节目里边有遗憾吗？没有遗憾，我没有遗憾。有遗憾，有遗憾。自己的遗憾是在整个这一季里边没有干净利落漂亮的赢过。喂，我在这个节目里也从来没有单独赢过。没有吗？我以为赢过，其实一季的遗憾都要在今天终结。最后一期极限男团将争夺本季的 MVP。 咱们六个人必须要拼，不留任何的遗憾。对，而今天也将是极限挑战有史以来参与嘉宾最多的一期。谁来了？ Oh my god, Oh my god, Oh my god, 欢迎 The Nine 女团。 The Nine 中国内地流行乐女子演唱组合，2020年5月30日通过青年励志综艺节目《青春有你》第二季正式出道。 The Nine, Make some noise.欢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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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！我现在就加入德奈。德腾啊，德腾，德腾，德腾，德一老板，我们是德 12。十英文13我不会。新生代女团 The Nine 成团之后的综艺首秀将会成为助力者，帮助六位平均年龄38.8岁的极限男团成员集齐三把，开启宝库之门的钥匙，获得本季最强者称号。我们极限男团也是出过道的，知道有 rap 担当。What's up, you?battle, 嗯，掰一下，掰一下，来掰一个，掰一个，真要掰啊！掰一个，掰一个，来，你来，你来，来，我可能不行，你用法子，你用法子，你就我给你 B box, 你法子，对，来，好，来啊，来，你先来，我比较猛，我压轴，好，哎，有没有 B box 啊？这里，对，里边，哦，太棒了，要什么节奏的？要一个四四啊，一六四四，要一个四四吗？我待会儿2899，你给我6299，懂了懂了啊啊！我没有，我不 freestyle, 我就唱一个那个啊。哎呀，我的哎 ，Shaking Chloe rap on the beat now。现在我不需要自我介绍，天气太热，脱掉你的外套，听见我 rap 来点上天叫。哟呼！该你了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。给我2899 ，OK， 来一个。2899什么玩意儿？没意思。前面。公司老板他晃的帅哥，我风送的都是避风。公司老板他晃的帅哥，我风送的都是避风。天气确实很热，今天一起脱掉外套。对啊。现在呢？我们先进行今天的分组，九个妹妹可以选择你们想要助力的哥哥站到他的身后，但是呢，每个哥哥只能和一个妹妹组队。好难抉择。我是一个特别弱的人，如果你觉得你很强，你要选我，然后可以平衡一下。我们是 The Ten。郭京飞是吗？
跟我在一起，等待，我是真正的无敌游戏王。德奈，德奈，你们可爱，你们选我，东方不败。太厉害了，真不错。我是一个很真诚的人，这一季的最后一期，我一定会好好玩，我会拼尽全力。我觉得我们胜算很大，希望妹妹能够选我。我们的妹妹，请做出你们的选择。呀，我觉得雷佳音后边有人了。我后面有动静了。我后边有一个骗子。我背后为啥没动静？想到达人生巅峰的啊！人生最重要的是选择啊！五，赶紧想，赶紧想，赶紧选。快来！我真的觉得后面没有人。二。好，请哥哥们睁开眼睛。哎呀！哇，完全没想到啊！老师好。好，很好。咱们是西城区组合，不是南城组合。这将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选择，最对的一次选择。我可是游戏黑洞。啊，没事，我带你走出黑洞。嗯，没有吗？是你们俩吗？对。啊，那好难啊，开心啊。真不错，我们两个人呐，没有人，你这话说的。我后面两个人。哇！来，我们恭喜迅哥跟雪儿自然组成一对。雪儿，你为什么选择了迅哥？只要迅哥也是元老级的人，我就可以跟着他，万一拿到冠军。这个节目我是有经验的。对对对对。哎，今天你跟着我一定能夺冠，真的。Yes。 嗯，玉元选择我绝对是选择对的。我告诉你，我这个人要拼起来，今天我如果想赢的话，就一定可以赢。我们会赢的。我的白衣服，我们挺这样子挺配的。我的 slogan 都想好了，你为了花面选的我。我告诉你啊，怎么怎么着，贾乃亮、许佳琪，咱俩搭档最无敌，真的。再来一个，来。如果是安琪呢？贾乃亮和安琪，我俩搭档是个谜啊，你俩是个谜。然后呢，舒心呢？贾乃亮、虞书欣，嗯，我俩能演大长今。现在我们有三位哥哥有幸福的烦恼。邓伦，哎，你现在身后有两位妹妹，但是你只能选择一位。其实没有选谁不选谁，现在的组队也都有可能都是暂时的嘛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我觉得小唐来玩过一期了，所以我觉得让 Shaky 先玩一下，您先去泡茶，是吧？凉过会儿，好吧。一会儿我来换你。所以我们俩先一起奋斗，好吧？好，然后一会儿我们去找他。我们去救他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不需要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行了，快走吧。我给你点。申金阁吧，就十六点呢。不，十六点呢。不，十六点呢。不，我输了。那我选择那位黑衣服的妹妹，柯然。柯然，哎。啊，我们一定会去救你。好的，好的。今天我们仨就在一起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哎，我们哦，可以哦。哥哥，选我，和我一起吧。我真的好难，我真的好难，因为两个我都喜欢。选我，佳音哥哥。我选那个安琪。你是谁？恭喜大家，现在都组队成功。耶！但很遗憾，刘雨欣、虞书欣、赵小棠三位妹妹没有组队成功，请你们现在离场，前往下一个任务点。加油，我们自己逃出来。你们会回来的，你们都会变成我的人。接下来会进行三轮游戏，每轮游戏开放一把钥匙，三轮游戏后集齐三把钥匙的哥哥将成为本季最强 MVP。 现在来领取你们的装备。vivo 专业影像旗舰 X50 系列 5G 手机，这款活力清新的夜氧色是哥哥们的代表色，温暖治愈的浅熏色是小姐姐们的代表色，两款都是磨砂工艺的质感，助力大家今天成功。哎，这拍照相当不错啊。是不错，好好看。我们来个出发照。今天的录制会非常辛苦，
我们的人保寿险贴心为大家准备了无忧人生夏日清风礼盒，助力各位夏日炎炎无惧挑战。感谢我们节目组指定保险合作伙伴中国人民保险一路的保驾护航。你们每人会获得一块冰块，哦，这是你们的初始生命值，放了没有冰块即视为淘汰，哥哥淘汰则整队淘汰，每队也会获得一个平底锅作为攻击武器抢夺冰块。现在刚刚离场的三位妹妹分别在半窗疏影、平常居、云舒码头这三处守护着那里的冰块资源，你们只要说服他们加入自己的队伍，就可以获得他们所在资源点的全部冰块。有三个资源点，现在可以去找人，可以去制冰。出发，巴拉巴拉巴。你给那个小唐打个电话。给小唐打个电话。问他在哪儿。小唐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去救你啊！我去救你啊！啊！我告诉你，现在想要我的哥哥很多的，哥哥们都想要我。啊，快点！糟了，他们也在往那边走。那我们就快走两步。对，我们的冰可能会化掉。就说快走两步。怎么，老师就是说跟我一起录节目可能会比较辛苦？没事，我跟得上。突然的胸腹欲是怎么回事？在哪儿啊？起来，这只能一个人进，谁先到就是谁的。小唐，你在这儿坐了不超过十分钟吧，我就把你找着了。他在这儿跟没有一样。你凭什么这么自信？你已经伤害了我的心。对呀，他是一个伤你的人。闹着呢，别闹着了，我是来挽回的。行，走吧，跟我去拿冰吧。谁呀、啊？谁给你去拿冰啊？他就想要这块冰。我主要是想要妹妹，冰不重要。好，给你了，我们撤，好吧？你看，看见没有？这就叫气度。哎，小唐，你看你哥这人品，你懂的哈。我懂的，哥。跟我去拿冰吧。半窗疏影是哪儿啊？是这个吗？安琪，安琪，等我。哎，在哪儿啊？哎，这没有人啊。其实还是想选月月哥，但是我很怕提前先遇到了其他的哥哥，我又不太懂得拒绝。我先躲到别的圈去。能出去吗？走。人哪儿呢？好了，那我们去另外的地方看看。不用走，不用走，这个点儿我们得站住了。但为什么他们都那么忙，我们脸好闲啊？还是我选错人了呀？还是？我告诉你，这个游戏是策略，它只有三个点，我们有六个人，然后这个点没有人，然后我们应该在这个点等，抓住。柯然，嗯，现在我想啊。刚才那个姑娘叫什么？刘雨欣。刘雨欣，嗯，咱们要给刘雨欣打电话，咱们争取把她争取到咱们队里，咱们队里就多一个人。问问她在哪儿。喂，刘老师，你在哪儿？我们在松风十里。马上就来，等我们，等我们。嗯，好，等我们啊。可以共享位置。啊，这能共享位置吗？这手机功能很多的啊。是吗？松风十里不是就这儿吗？他在哪儿？他在二楼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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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我们快点。终于见面了。我们三个握手就算是搭档成功了。啊，我把这个冰块交给你吧。
咋了，舒心？我一个人漂泊在这个河上，去云树码头。哇！哎，那里是船。李舒心，我现在，朋友们，我现在跳过来，游过来找你。游？舒心啊，你稍微等我们一下，我们去坐船追你啊。云树码头，来来来。赶紧上，来。哦，没事。我自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吧，我是极限挑战里面的能力担当、智商担当，以及 slogan 担当。跟我搭档完之后呢，你人生的高度，你演戏的维度，你对人生领悟的厚度，以及你对今后玩游戏的深度，都会有不一样的理解，好不好？我们是迷路了吗，师傅？上上上上上！师傅，咱现在可以赶紧开船了，我们要追那个小姑娘，追那个舒心。哦，不用追，快快快快快，就在那儿呢。Hello。那个舒心，你先上我们的船好不好？好。好啊，来来来来，我来接你啊。身材正正。好，来来。谢谢哥哥。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只是临时临时临时，好吧，好。我要看心情，我选择谁。你的冰块你放到我这里。你们不会要抢我的冰块吧？我们不会抢你的。我走了，我要。舒心，舒心。我不要，我要走。小心点啊，小心点。你别跑，我们等会儿，我们离远点。那么后悔。先靠一下吧，来。哦，谢谢。走。我们来了。我来了，先来后到，亮亮。舒心，你现在呢？选我还来得及。你要是不跟着我，所以我跟你说可怕吧？拜拜，我组队了。好嘞，我终于争来了于舒心。亮哥他这人不简单，不简单，他这人啊，他就是感觉是最好最正直的人，其实内心就是有很多的那种想法的感觉。前面那是谁啊？张小棠、于舒心，他们都想跟我组队，我也是。他又来了，亮哥，他们超坏，他们愿拿平底锅把我们打死。我不打你们。于舒心，虽然你看我没有那么简单，但是如果你跟我一队的话，这将成为你的优势。不要。怎么了？我不跟你一伙了。你背叛我，不得有背叛的理由吗？我背叛了。他跟我吵一路了，他。别烦了，我已经。没有。小唐。咱们俩一会儿就分开。找别人，然后你想法弄冰你，好吧？你就说你骗了我一块冰，你跑了。我为啥帮你啊？那你现在你看这局势，你看谁搭理你了？你不帮我啊？妈呀，好多哥哥想跟我结盟嘞！都是表面的。你是真心的？那当然了，那我回来找你干嘛呀？对不对？你为了那两块冰，我救别人，我不能得到冰吗？也是哈。对呀。行，走啦，是不是？你跟谢婷好好干啊。亮哥，不想跟他一伙了，我跟你一伙。好，可以，没问题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走，今天一定赢。走。恭喜你获得空投福袋一个。拍摄15秒就能展现你的闪光点的视频，向网友索取装备，发送给极限挑战。发布时间1小时内点赞数最高的人，将在第3轮任务中获得额外的冰块。咱们仨都得要。可换取特殊装备。咱们一块儿拍啊。那我们跳舞怎么这么好看吧？靠我肯定是不行，靠你俩。我教你。教我。我们先演示一遍，正好看一下。我怎么这么好？然后。
毯放脸旁边，对，啊，可以啊，这样要晃，噔哒哒哒。完了，一晃我就不会了。你就这样，就这样。OK 啊。然后蹦起来。It's okay, i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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's okay, 就是要好娘啊，那来个不娘点，就也得跳娘点的，行行行，然后再得，然后得，怎么还顺拐呢？不是顺拐吗？跨往这边走，出左手，这样，哦，然后就这样，然后这样，然后 OK。好，就这可以了。所有可爱的网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是一个 team， 赵小棠、许佳琪、贾乃亮，我是小月，我是刘雨欣，我是陆克然，我们在录节目，希望大家能够帮我们点赞，帮帮我们吧，给我们助力吧，加油啊！这么好看怎么办？哒哒哒哒哒 ，It's okay, it's okay, it's okay， 出发，巴拉巴拉巴。真不错，漂亮！极限挑战第六届 MVP 争夺战正式开始，现在你们可以分配队内令牌，同时松风十里门前一棵松，两个武器补给点，以及天心桥侧广场制冰点已开放。只有凭你国攻击有令牌的人才视为攻击成功，获得一块冰，否则自毁一块冰。凭你国使用后才可以到武器库领取新的凭你国。令牌放在谁身上比较合适？我跑得快，那放你身上。啊，那我看见人我就躲一躲。啊，令牌是吧？令牌应该给安吉。藏起来是吧？没人敢在我身上抢令牌，我告诉你。但是那帮哥哥们可不一定哦。这个游戏啊，想打谁打谁，想怎么玩怎么玩，知道吗？我跟你说，一定要小心亮哥。亮哥是一个玩游戏不要命的人。然后呢，飞哥呢也是一个胜负欲很强的人，最好、最舒服、最随意的人是佳音哥，可能现在连规则都没听懂。哎，伦伦，啊，视频录了吗？视频录完了，你能带着我录一个吗？可以啊，不是你得让女孩给你拍。咋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手机？咋了？就想要 touch 你的 body，touch my body， 嗯。安琪，咱俩一起拍好不好？怎么拍？你叫我跳 Yes OK 好吗？还是怎么着？行。在哪里？在。你叫我跳 Yes OK 可以打吗？可以打。真的吗？可以。Yes OK， Yes OK， Yes OK。娇柔造作，宝贝。别走到后面。这不够十五秒。这不够。这不够十五秒，绝对不够。不够，不够十秒，得弄弄十五秒，得喘，得喘，得喘。我喘，我喘。我有点想哭，他敲了我。攻击成功，安琪暂时淘汰，等待救援。你被淘汰了，雷老师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等我救你啊！我去救他行不行啊？行，你跟我呀，你要救他就跟我一起吧，好不好？我没有了，我没有人了。好，行吧。啊，你帮助我。好。龚雪儿，那个迅哥，我叛变了，我去救安琪了。咋就叛变了呢？因为他没人了，我要去救安琪了。你们去赢吧。你现在可以跟着他，但是你一定心还是在我们这边的。好的 ，OK， 拜拜 ，Yes OK。不行，你就跟着，就这么无情的跟着他走了。走，救安琪。你跟其他哥哥们聊天聊不了了。我都聊得了。我行，走就走，可能跟你更快乐。是吗？咱俩去治病去了，治病。走拐，这是位。好棒啊你 ，First Blood， 我来了。欢迎来到制冰点，想要获得冰块，必须完成以下任务。没问题。你们要戴上特制帽子，在容器内倒入水，连续跳绳五下即可完成任务。水位高于二，则可得到两块冰。
高于一，只能得到一块。每队最多可尝试五次。我要是五次都在那个两条线以上，我就可以拿五块饼。也只能得到两块。算了。你放心，我会一次成功的。你戴这个都好帅啊，好怪。我们会有工作人员手持 vivo X50 系列 5G 手机拍下你们精彩的运动瞬间，不用担心拍不清楚，因为有微云台就稳了。这个应该看。哎呦喂，挺沉呐、啊！我看一下。完了，我早上花了五个小时做的头发。哎呦，好了，满了，满了，满了。这么长绳啊，要一起跳，一起跳啊 ！Oh my god！ 三二一，没事，一个一个跳，还多还多还多，连着甩连着甩。好，来，五六七八，可以了。嘴面刻度高于一，只能获得一块冰。我想试试，因为我那个矮一点。行了，来吧。哎呦，我你得正一点，来。没事，没事。我脖子撕了。五个啊，你可以这手扶着点。我把它盖着。好，哎，好多了。来了，来，我可以的。走，一。三四 last one OK， 哇，太棒了！你再跳五个也够。你看看我的脸，我头发也压塌了，非常的这个游戏。好了，安阳，这可是实打实的，一点没玩赖。一个半小时以后，将有第一轮热浪来袭。园区内有四间安全屋，未进入安全屋的玩家销毁一块冰。右剑山店铺内开放第一张热浪来袭卡，拿到此卡的队伍有权利在本轮关闭一间安全屋。走，右剑山，走。走，我们到右剑山，走。右剑山是这儿吗？恭喜你们第一个到达右剑山。找到途中的维和物，并通过认证，就可获得热浪来袭卡。哎，这有薄荷爆珠口罩。啊，口罩。找到了。这里找到的口罩不算。那我们三个去找东西。这个哪有口罩？啊，我口罩找到了。恭喜你们找到了999口罩，你需要捏爆口罩里的爆珠并佩戴起来才算认证成功。这个爆珠的意义是什么？就是清凉薄荷、啊、恭喜你们认证成功，得到一张热浪来袭卡。可以让一号安全屋炸掉。那我们现在就只要不去一号就可以。对啊，那走吧。雪儿，听说就是那个能量卡被你拿走啦。Yes， 月月，哎，咱俩结盟可以啊，好吧，正经啊，正经的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一号被炸了。有点行，嗯，你带这个，这会很炫哦。你们都行。对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漂亮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两格，到这儿了。我没到两格，可以，该我们了，该我们了，咱俩稍微慢着，我喊，来吧，啊、这样 hold 住他，我知道了，来 ，hold 住啊 ，hold 住，稍微慢一点，啊，预备，起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 ，OK， 两块，哇，两块还多。这是我们用 VOX50 5G 手机拍下您的客车画面。你现在一看才真是。哎，我这一次跳得很好。哎，跳得很好，咱俩配合的节奏也好。我得抓着。关键他这个拍得很稳，你发现没？得抓着。他这个有微云台真是好。真清晰。嗯，挺棒。来人了。
让我看一眼，就他们。我们走，我们去下一个地点。走。他们还有的人在玩啊！哎，走走走走，咱们刷别的点了。你锅咋没用啊？这咋用啊？我跑得好快！日元，哎，我追不上他，我为什么？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，预言多少有演的成分。你这样吧，找郭京飞。行，走。过。搭档走了。哎哎，你敲，我真敲了、啊。你敲，看好啊，打个样啊，哥给你打个样。好，来哥，我们架住。这是冰就是我们了，别给我演哥，演了一起，来拿冰，把冰给我。贾乃亮攻击成功，郭金飞交出冰块，给我。还演的求生欲哥，他配合的呀，他跑那么快干嘛？到底让你敲着呀。咱们找武器，走，好快乐。我觉得凿刃好好玩啊，我也喜欢。下次你不凿啊，我抱住你们。你好，嗨，你好，欢迎来到武器库。需要领用武器吗？需要，太需要了。那要完成任务，请看任务清单。我们分一下工。那就这个我来吧。来，你来，俯卧撑我来。你来俯卧撑。然后吸管喝完碳酸饮料，你们减肥，我来。好。五分钟之内，快点啊！好好，三二一，开始。一，二，三。这人体电风扇，这是，啊，好凉快。好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啊，这么慢吗？快俯卧撑，俯卧撑，来了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都这么瘦，八、九、十，一看就是经常练的。好，还有啥？在酝酿眼泪，你们先去弄别的。碳酸饮料，我来吧。眼泪，看到了没？我很帅。小唐，你从此在我心中就是个狠人，是不是？行，亮哥，就冲你这个龙戏水，我就追随你了。你笑我？我马上喝完了，你笑。行。小姐姐，人家想要平底锅了。恭喜你们任务完成，但是下次如果看到那个可以说出这句话，就可以直接领取了。好嘞。好，这是你们的平底锅。走，两个。哈哈哈哈我走，砸人去，管他是谁。见人就砸。拿这个。都拿走。拿着。看一眼有没有水。有。走。我们来了。Yeah, no,预言，霍老师在哪儿？霍老师，Hey, stop here! Wait!我真的是四处被人追杀，你要让他笑，你觉得我会停吗？救命啊！大哥，你真烦人，被你盯上了真讨厌。不是，咱聊聊，要不光自己玩没意思。好啊，小唐，来，不用管谁。见人就砸，邓伦不是不爽吗？砸他啊！来，你们哪来的
的钱？你们买的吧？好凉啊！好凉，好凉。干啥？真的疼。不去。攻击成功，邓伦需交出一块冰块给贾乃亮。有冰啊、哦？有牌。他完了，又碰到冷他得罪了你，他完了，他真完了。我给。没事，我认了。哎，得认，得认，来，放里。安琪，听到了吗？安琪，我来救你了！于松熙，啊，你们终于来了！啊，你们怎么这么慢呀？那我们来了啊！冰交给你了。重生。从现在开始，这个游戏我才玩明白。当我淘汰的那一刻，我就明白了。我没听规则，我都明白了。哦，是吗？五分钟后将有热浪来袭，请迅速前往安全屋躲避热浪。走啊走，肯定很多人去。月肯定去了。走走走。你已经来了是吗？那他们都已经站了。我们三个椅子坐上那算吗？那他们站了，咱们换一个屋吧。你怎么这么浅呀、啊、妈？啊，对不起啊。这仨傻货。我们现在去站了吧，不然等一下他们一起来。那进去吧，这个，来，我们就坐这个。全被占了。这前，这前，这前。走走走。走走走！啊，这不是三个位置。安全屋关键是只能有三个人。你进去，快去。热浪来袭。郭京飞、邓伦、谢可寅，你们没有进入安全屋，自损一块冰。我最后一块冰了。啊？要不然我死了，我没法玩了。你给我一块，好，太好了，漂亮！哇，兄弟情，我跟你说，伦伦，今天就这解死吗？真的，我绝对不骗你了。好，一号安全屋已经被摧毁，里面的成员全员淘汰。我又被淘汰了吗？为什么炸我呀？你进来你就坐下了。你早就炸过了吗？我早就炸了。请雷佳音队进入复活点。不要再回去啦！哎，咱们还结盟吗？一会儿。我谁跟你结盟？我们三个现在是独立的个体了吗？是的。妹妹，一会儿我去找你们。你有什么魅力啊？我在节目里很强的。你好，欢迎来到卷土重来点。只有顺利通过大吉大利你不配吃鸡的任务，才有机会获得卷土重来。现在在你的面前有四组盘子，其中每组盘子里一个存有食物，另一个则是空盘。请你在每组两个盘子里随机选择一个，如果连续四次都选择的是空盘，那么你将获得卷土重来的机会。如果你不小心选择了带有食物的盘子，那么请将盘子内的食物吃掉，并且重新开始挑战。咱从第一道开始，这俩选一个，闻一下，闻闻下面的味道。你感应一下。以我重庆师生的那一个感应啊。有没有？我选这个。选这个，好。挑战失败了，需要将盘子内的食物吃掉。欢迎登录新浪微博，关注东方卫视极限挑战官方微博，边看边聊极挑故事，也可进入极限挑战话题页参与极挑听我的极挑者联盟互动，每周解锁惊喜彩蛋。
没假装，没事没事，我还没有感知。从这儿来得感知一下。我感知，我得感知一下。这个呢？我是很执着的人。这个哈。我害怕。我吃。那就这个吧。我想下巴我还很执着。轮钥匙发放，第一轮我们要去结算点，冰最多的人可以拿到一把钥匙。先请坐，我们先来结算一下两位的冰块。好，老师就是说咱们得快点，就是再说话就没了。好的，来，请收回你们冰块。我们来称一下冰块，结算一下。恭喜你们成功躲过第一次热量来袭啊！哇，来结算一下冰块，能量担当啊，我们是。哎呦，厉害厉害！等会儿还有呢。啊，水就算了，水就算了。好的，请收好你的冰块。好，我看一下，多少？505.4。零五。505.5。好，505.5，来，请收好冰块。我们是最现在目前最重的那一锅吗？应该算是。哦。应该算是，把冰块都放到这个秤上面。你们家有冰块吗？给我拿点。哥，你干啥呢？我弄一些冰块放上头，然后把你的冰块放里头，这样就不容易化。哇，太聪明了，是不是？对，这有点夸张了。好沉啊！我感觉咱们这一期都不会化。543.6。这轮我拿到钥匙了，这轮我拿到钥匙了，漂亮！我的天哪！现在雷佳音已经死了，咱仨去救那个新妹子。好啊，安琪跟那个谁，虞书欣。虞书欣。恭喜你们离卷土重来越来越近了。那么请打开最后一组。我感觉是这个。是吗？那你先来。那我又害怕。哎，这个如果没猜中的话，就全部来啊。闻一闻，想一想。感觉这么没用。我闻一道，我好像就选这个。好。那边有鸡翅味儿。大不了通灵。小福星，太好了，福星福星，没有你我完蛋了。恭喜你挑战成功，那我将给你一个平底锅和两块冰块。然后拿两块冰可以换他们俩吗？你只能换一个。Oh my god！ 选我，哎，上次你选了我，这次你选他。Welcome， 妹妹有没有想跟我走的？安琪、舒心，雷在我们这个整个集团里是比较弱的。虽然我们跑的没有那么快，但是我智力应该是在的，所以说我奉劝你们，跟我们五个人，干谁都能够干得下去。他说有道理，我们五个人就齐心协力，感觉好厉害，很团结。哎，你们俩为什么不跟我们四个也可以刷街呀？我是有影响力的演员，好吗？你有什么影响力，金扫帚？哎，要不这样吧，他在里边行吗？看到没有，他们就这么对待青春制作人呢。我们六个里头，只有我是青春制作人。那好吧，拜拜，青春制作人，我们下次再一起吧。走，哥哥带你们去吃好吃的。走。走吧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来自德云社的岳云鹏，我何德何能？我喜欢。他们一共九个人，跟了我四个。
雷子，干嘛？我何德何能啊？怎么了？他们一共九个，我得到了四个。我能跟着你玩不？我不要你。我跟着你走，你走你的，你走你的，你走你的，咱们聊。我们走吧。本轮拥有钥匙的队伍，如果携带令牌者被攻击成功，钥匙归攻击队所有。啊，咱们这轮想办法攻击啊！刚才谁拿的钥匙了？这不能告诉你。我不知道现在是谁赢了，但不重要。我们的战略就是见人就选，见人就选。行。哎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！这我干嘛呀？这是。凉快凉快，哥凉快凉快，凉快，凉快凉快，凉快凉快凉快。我敲你啊！啊！快跑，梁刚，快跑！哎，不行！100%，不能打，不能打，不能打。行，这样，不能打我。睡了。不能打，不能打，不能打。睡了。攻击成功，贾乃亮给王迅一块冰。耶！不就一块冰吗？咱们团魂玩得起。没错。去补武器去吧。哎。其实我刚才啊，我还在试他，我没一下就下去，我看他跑不跑，你知道吗？他如果当时真的就很震惊的，我还真下不了手。之前他们都知道在我身上了，然后已经打过我了，之后应该不会再打我了吧？应该会。你就放我身上吧。行。迅哥，哎，咱们四个人在一块儿吧，别老自己单干，然后还能聊聊。有。我们不在乎，我们就要削人。又来敲，哎呦天哪！亮亮，你今天是真的是敲开心了是吧？我们是削你三人组。他俩好像都没有，我觉得应该是在小唐身上。郭金飞攻击成功，贾乃亮给郭金飞一块冰。拿过来，咱们快去，快去，快去拿武器。可以，很圆满。没错，就是说我们一下子就解决了现在的燃眉之急。人家想要拼你锅了，恭喜你完成任务。你们都知道了，这个太没劲了。出去砸，出去砸，出去砸空气耳光。打他！打他！快跑！好猛啊！这一下，你有点狠呐，你。对了吗？我们这个对了吗？攻击失败，赵小唐自毁一块冰块。攻击失败。没有了，没有冰块，必须淘汰一个人。我淘汰，我淘汰。不行，你淘汰，我们都淘汰了。我淘汰整个队伍淘汰了。这样吧，把我淘汰，然后我去让他们救我。不行，我们削你三十组不能就这么黄了。没事。赵小唐冰块融化，需要补冰。亮哥，跟着去。跑。听我一句啊。我穷尽我毕生的精力，一定会来救你们。希望你三人组不能散。好，亮哥，快跑吧！快跑！快去拿武器。哎，走吧。我们有冰啊！哎，来，我给你一块冰，跟我走。小唐，我给你一块冰。你有几块冰？我现在还有六块。你有几块冰？我有三块。我跟他多。哎呀，你看，太过分了。郭金飞攻击成功。眼镜都打掉了。Sorry。你到底还跟谁？跟不跟我？哥，走。这么现实啊！来，哥走。合着我出了一块冰，完了把小唐救出来了，小唐跟你了。现在我身边的两个
队员都已经惨遭淘汰，所以说也告诉我们人生一个道理，做人不能太嚣张。肖女三十组暂时已经解散，不过她会回来的。亮哥教你怎样玩转极限挑战，绝地反击。哥，我有兵了，哥。哪来的兵啊？他给我赎走了。走，我们走。走，我们走，我们走。立，棒，山河情感诗。小唐是被别人拐走了吗？小唐现在跟着金飞了，理解，非常理解。小唐，不管在哪儿啊，玩得开心最重要。许佳琪，我会来救你的，啊。咦，死了，死了，谁死了？我死了。你怎么？为什么？你根本没死。我真死了，你问他，我在他是干啥呢？我都跟他在一起跑了。走走走，你们两进你们的恩怨啊。你以为我傻呀？啊？冰块化没了。你这样吧，亮哥，我太难了。亮哥，你怎么着？要不你去什么什么再起吧，行吗？你第一轮玩那么好，就这么忍心砸我？这就是极限挑战。就这么忍心砸我？这就是极限挑战。我跟你说，在这个游戏里啊，这样惹谁都不能惹邓伦。邓伦，把你敲得欲断魂。邓伦攻击成功，贾乃亮没兵，暂时离场。我的妹妹赵小棠被人家飞哥给拽走了，一块兵赎走了。你别叨叨了，我另一个妹妹还在复活点。走，我又被你削。亮哥，谁砸的你啊？亮哥他太坏了。为什么？亮哥，我一定会给你报仇的。亮哥，你快走吧，弟弟一定会给你报仇的。快走吧，你们。碰着邓伦了，这冤家路窄。哇，还有牛奶，果然还有大大的空调，哇！你好，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。看吧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我说你就是最终的归宿就是在……不是，我只要被亮哥感动了，就是特别傻，就是你感觉他就容易被人骗死，你知道吧？要不然我们做任务吧。补兵，补兵。这什么任务啊？哥哥们来到这里需要背着妹妹从起始点到那边的水盆装水，妹妹需要拿着杯子放在哥哥的头顶上，回来倒进那个有刻度的量杯里。两分钟之后，根据杯内水位的刻度线计算冰块的数量。老师，你坚持一下。没事。来，走吧，老师。好，走。慢点啊，慢点，走，慢点。你放心，我这走细曲步啊。哎，咱这一把就够了，我跟你说。这儿可以吗？好，来来，这样好。二三。好了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是吗？对，两块冰，这个你们只能获得一块冰，一块就一块，保命要紧。把多余的冰块都搁你那儿。这是获得冰吗？我玩不了我自己，没有妹妹吗？借一个，借一妹妹。妹妹让我背一下呗。雷哥，我指定帮你。可以啊，走治病去，这把就让帮小忙了，好不好？行，来吧，咱们。这么轻啊？哎呦，行啊，哥。给我一勺吧。马上，给我一勺吧。马上，给我一勺。啊，这样，我给你干，我给你整马，我给你整马，兄哥，来，你给我整马，你给我整马，快，你收手，你整马，快，你收手。没事，我们互相帮助，我帮你弄。行了，哥，够了吧，哥，好，走了。来，好，到我了，来吧。欢迎登录新浪微博，关注东方卫视极限挑战官方微博，边看边聊极挑故事，也可进入极限挑战话题页参与极挑听我的，极挑者联盟互动，每周解锁惊喜彩蛋。第二轮热浪来袭，本轮冰量最多的队伍可获得第二把钥匙。在云半间区域的气球中藏有第二张热浪来袭卡，我们拿了第二张装那个卡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炸掉一间安全网。好，我们去云半间，走吧，走吧，快走，快走。你这里面有东西吗？没有。
月月，刚才感谢你，咱们结盟绝对是真的。那当然，感谢你。如果这轮我拿到了，我也分享给你。那漂亮啊！现在要找一个男性，感觉。刚才咱们拿了两个信息嘛。对。然后，待会儿如果有人再过来，我们可以用这个迷惑一下他。你自己写个假的。纸，谁有纸？对。哎，你们手上有线索吗？没线索。哥哥们，怎么了？我有个线索。说哪儿？背包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什么线索啊？不知道，我有两个。我也有这线索，背包里有冰。那是什么？女性。哦，背包。刚才有一个背包的啊。抓背包的人。抓这个带背包的人，抓背包的人是吧？嗯。花发，我们回来了。你们去哪儿了？你们回来了？我们刚刚就是买西瓜汁，找你们半天了。安琪。于淑欣，走。他们这个太墨迹了。哎，你们走那么快？我觉得那个月哥根本管不过来，他人太多了。你干嘛去？休息一会儿。啊，休息一会儿啊？来，我陪你。又回到这个伤心地了？对。为什么要叛变？对不起。我们没有叛变，其实呢，我们是要过去当卧底的。卧吗？你懂了吗？不是嫌弃我是不是？不是。好，哎，你们俩卧进去可以这么问，就是哎，那问月说那个令牌可以放在你们身上，你就知道谁拿令牌了。你告诉我，我就敲他们就完了。套到他的话，套到那个令牌身上。夸他。夸他。来。走，这个拿着走，我们仨结盟了啊！对，结盟了。我们仨要叫什么？结雷，齐心劈雷，齐心劈雷。耶耶！你们走太快了，都不要我们。咱们一定要找到热浪卡。那我分头找。好，我已经拿到线索了。啊，是吗？是吗？什么？花发男性啊，和眼镜。嗯，虽然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没事，我先去看看，打探一下。你们没有？没有哎。跑起来的人肯定有问题，不要跑，我来了。哦，天啊，谢谢，辛苦你了。这边，月哥，真的？对啊，我追他们跑。月哥，真的，就是这位，漂亮。你想炸毁你？炸毁3号屋。3号屋啊，好的。OK， 我已经炸毁了一个安全屋。我们现在去哪儿？我们去爽吧。走。我们去砸人。走，想砸谁？哎，你不是一直想砸 CK 吗？揍谁？哥先替你报仇。谁给？走。但等一下，刚刚那个事情要说一下。什么事情？我们俩都被敲了，对吧？现在他们知道我令牌不在我们身上，在他们俩其中一个身上。然后我们现在要保护没有令牌的人，然后假装在令牌在他身上，我怕有人被敲。不用假装，不用演，只要我不被攻击到就行了。安琪和于淑欣给我发短信了，牌在陆柯然身上，
好卧底，爱你们。哎，安琪，还是敲我？安琪让我报仇。那你要敲就敲，你但是你敲错了的话怎么办？一人敲一个你就废了呀。敲吧。安琪，看见了吗？攻击失败，岳云鹏销毁一块冰。你这个是不能随便换的啊！哪换了？没换。Hello。攻击成功，雷佳音获得岳云鹏一块冰。覆灭没有 ？Oh my god！ 你答对了吧？猜的呀，因为我觉得柯然有线索，我就砸他。携带令牌者被攻击，钥匙一并交给对方。月月，你的兵不够，需要淘汰一个人。你没事吗？你没事吗？好的，妹妹，我马上去救你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小雨欣，我陪你去，我给你兵救出来，你跟我走吗？有始有终。有始有终啊？有始有终。好吧，那我不救你了，拜拜。哎，钥匙在雷那，赶紧攻击他呀！赶紧干！你赶紧干，我没用，不好玩，不好看。好看，你现在就打呀！我饶过你一回，对不对？不应该提是不是？我控制不住我的手。你把鞋给我，然后我们再找你的时候，你跑不快，都给你吧，我有诚意吧。哥，我现在就是你们俩随从，此仇不报。誓不为人，把鞋脱了。不提这事儿不行吗？这一样的情况吧，只是颠倒了一下位置。原来是个楼里头还好，这外头扎脚啊！不，你别跟我聊以后，就是你聊当下。给我，给你啊？那你我没给你吗？太硌脚了，邓伦。同志们要记住，什么叫三年河东三年河西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吧，历史是一样的，只不过身份换了一个。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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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掉下去了。哥哥打水，哥哥打水，对，哥哥打水。啊，慢点啊，慢点。没到，没到，洗头了，没到，没到。我哥。来，顶头要跳，不行，顶头。你把我人往上一点，等一下，我要掉下去了。我上，不行不行，对，辛苦了我月哥，在我上，对，加油加油加油哥，慢点，我哥，哥你加油，我的哥哥呀，呱呱，三十秒，好，不能离开头，您低，慢一点。没事吧？我来给你们打个光，然后再往下一点，美一点。好了，辛苦了，月哥，拿那个浴巾纸。还有半分钟。对啊，还有半分钟。走，妹子，走。再来一次。半分钟你够了，今天。不，我们要拼一二三，拼尽每一秒。走，加油！加油加油！我月哥，可以了，月哥可以了。十，慢点，十，九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十一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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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加油！五，四，哇！月哥，快擦擦脸，好想哭。牛了！两块冰有吗？两块冰，恭喜你们！两块冰，我们可以救活一个人。走。我感动，我不想碰别人，我也是。走了，你不休息一下？没事，今天咱们一定要赢，因为我手里责任比较大，比较重。咱们四个人，
哥，我一定要帮你们赢。哥，我们一定要帮你们，帮你们，帮你争夺到最强 MC。干他们！干他们！雨欣呢？我们俩好坏呀、啊！我们承认错误吧。陆柯然，月哥哥，3、2、1，对不起，希望你们能原谅我们。更好，其实刚刚陆柯然那个被爆头，其实是我们俩一手操控的。但是，刚刚那一切，月哥哥感动了我们。我把这个给你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用，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用处，但是是那个雷老师给我们的。不是你给我干啥？不知道啊，先放那呗，安全，慢慢埋着。本来他是派你们来我这儿卧底的，对吧？然后你们两个被我感动了。就是说我们原来的钥匙。本来是不是给雷佳音哥哥吗、啊、现在又到我们手上来了。哎呦喂，就是他白敲了我一下，漂亮。然后完了之后你们也可以不相信我，我们俩可以去流浪。不不不不，大家还是一家人啦。原谅原谅，这肯定原谅，肯定原谅。雷佳音看见了吗？魅力好搞笑、啊、那雨欣在哪儿呢？雨欣我给他发信息，他马上来。月哥，你们来了，我就复活了，对吧？谢谢，辛苦了。请注意，请注意，狼烟升起的地方，投放重要物资。空投来了，在那儿，空投。Let's go， 奔跑吧，姑娘们，找物资。没了，这么快？没看见？拿了，不知道被谁拿了，在那边有人拿了。这么快？许佳琪，是什么意思啊？要指电妹妹的指纹才能开锁。你给她打一个。但是 Kiki 在哪儿啊 ？Kiki 不是我们这边的人吧？没事，可以把她拉过来。你也在干什么？佳琪，哎，伦哥，现在出新任务了，我想让你一块儿过来。你接受我的兵吗？你要接受，我就去找你。嗯，好的。好。伦伦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往那个训练营走呢。你现在那有多少兵？有个4块吧。我把我的兵都可以给你。这一轮让你把钥匙先拿着，反正咱俩谁先拿一个呗，甭管这轮。对，过来你就知道了啊！你拿着空投了啊，我们过来 ，OK， 拜。你需要找谁？谁也不找，路过。不是，那钥匙上是谁？路过，没你们事儿。见者有份啊，给一块呗。我很弱，那你也得等会儿啊。我看着了呀。你先让我打开，我去找你，好吧？我真的，我共享，走，咱一起玩，走，走，开了，给块冰呗，给块冰不？给我一粒行吗？拿着这个。走，不是你放包里。那好、啊，哎，你说、啊、哥，这样，我这啥也没有，要不跟我一起吧？行，雷哥，咱兵可不少，这一轮肯定能拿钥匙。我去干雷，干雷啊！钥匙没在月哥那儿，钥匙在佳音哥那儿呢。佳音哥从月哥那儿抢走了。找弄去，走，咱俩一块行动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把哪儿炸了？你把哪儿炸了？我把3号炸了。OK， 好吗？行。5分钟后，热浪来袭。走，这边。安全屋在哪儿？来，这几号安全屋啊？2号。舒心，过来，你们俩赶紧，谁站一个？
个屋子只能三个人，我们俩走吧，给我们一个赎罪的机会，你们坐这儿。雪儿，来来，快坐坐坐。三号没有人，咱就不进去了，给块冰最靠谱。可是咱们两个人都在外面啊。那进去。为什么这屋没人来？进去有可能被炸死，对吧？全军覆没，对吧？反面。炸了就全军覆没呀！啊，我进去过一回啊，所有兵都没了。这么危险啊！哎，我先看看。别进屋啊，你们！三号安全屋已被摧毁，里面的成员全员淘汰。没有进入安全屋的人损失一块冰。我俩又淘汰了。哎，好吧。我救妹妹啊，我有冰啊。对啊，你只能救我，我帮你弄了。我救那谁。小唐，我现在这样敢救你，我拿两块冰救你俩，跟我一队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够真诚吗？你俩，那你俩说好跟谁？那你救我们吧。来，你俩是我的人，怎么现在被雷救走不合适吧？人的魅力是长久的，两块。他没有兵了，佳音救下佳琪。我有啊。你有这么多，你干什么呢？但我不赢，我就攒人缘，我就四个妹妹。那叫什么？我跟亮哥吧，他一个人都没有了。等我们赚了冰块，我还你一个。行吗？行，没问题，行吧。这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咱俩赚了冰块，咱还你一个。我多余的冰块和预言一起被炸了，我只有一块了，漂亮。幸亏你没在这里面，不然咱俩都死完了。有哥哥来救他吗？不是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我可以等着那个郭老师救我。下一轮，你从现在开始再也没有复活点了。啊，没有复活点了。我救。谢谢岳老师。不客气。给我再一次做人的机会。太棒了。你这么仗义啊，够意思。咱俩的恩怨就得了了。我跟你没有恩怨，我不欠你的。然后还有你们刚刚上午拍的那个微博的视频，然后第一名可以多拿一块。现在谁是第一名啊？现在是岳云鹏第一。这么横啊，岳岳，岳岳怎么了？他是为什么呀？你录了一什么呀？请前往鹿鸣谷，进行最后的决战。其实你要整看完了，你才知道我是最可怜的。真的，一直在努力，从没赢过。叱咤风云，咱们曾经辉煌过，对不对？辉煌了。现在就是说，文哥和月哥的冰块是最多的，对吧？对。然后钥匙在谁手里？第二把钥匙，月哥应该没有，他要不然就不会给我冰了。他知道他赢不了，他就那么几块，反正换一人情。我们今天呢，就力挺月月。因为他在第一轮已经胜出，获得一把钥匙，是现在要抢最后一把。一旦月月被砸了，他那钥匙就给别人了，对，就会给大家肯定都砸他。我估计他们攻击我的人很多，对，因为他们知道有一把钥匙在里面。对，现在第二把钥匙在谁那还不知道。那你猜猜呢？你觉得在谁呢？那钥匙？我觉得在邓伦那儿。上一轮呢，我们获得了一把钥匙，非常保守秘密。三把钥匙的争夺战，最终获得三把钥匙的成员将获得本季最强者称号。现在各个队伍里有几个妹妹就加几块冰，本轮中一块冰换一个锅，对应的锅只能砸对应的人，被攻击中的人则损失一块冰，若只有钥匙则交出钥匙。第三把钥匙就藏在我的鹿鸣谷巅峰处。不是吧？咱俩就是直接跑。任务开始。哪儿呀？啊，这儿。
要先去抢钥匙吗？咱俩把后边的人压住，飞哥已经上去了。啊，但是要确定只有这一条上山的路哦。你放心，他们不会跑，他们没那体力。除了亮哥之外，咱们就把亮哥控制住就行。这样，我们俩没法换锅。我俩得活命。对。咱俩拿一个钥匙跟他们换钉。我们不打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就走起来吧，躲。行，咱狗猥琐发育。嗯。拿完了已经。拿完了。嗯。你换锅了？我们不想打人。但我告诉你，拿完了已经。你可以上去，再下来。快快上去，快上去，溜达溜达呀！走走走走，要一起爬山吗？走。拿完了，那坐这儿吧，坐这儿。还怎么的？坐。上去啊？没事，坐吧，我也想坐会儿，我觉得坐也挺好。咱俩研究一下。咱们现在不用去抢，我觉得先把东西先换了。月，因为金飞跑得最快，我估计那把钥匙应该在他那。对啊，所以我先换金飞的，我先砸他。那我换一个动轮，那么我觉得那个钥匙在动轮那儿。好的，咱们得拿兵换这东西，想打谁就换谁。我觉得我应该换月月，因为我只能跑过你。我换他们都打不着他们。雷，你只能跑过我，你就欺负我吗？我欺负谁呀、啊？我不干你，别人把你钥匙拿走，你信不信？我就这么好干吗？我就。那我换一会儿，咱试试好不好干？你这样也挺危险，这么玩。我要揍你的话，你也可以换我一个，再反揍我。你换谁啊？你换谁？你管着吗？赶紧的，不要纠结了。啊！约吗？攻击成功，雷佳音获得钥匙。雷，你这也太早了。不是你这往外抢嘛？快点保护他，安琪。没有没有，他没有砸我的牌，他拿的是轮轮的，他没法砸我。你认识是我吗？是你的，是我是吧？我就这么好干吗？我就那我换一会儿，咱试试好不好干？再换一个雷子。你重复回去。他拿的是轮轮的，他没法砸我。哇，快点保护他，安琪。没有没有，他没有砸我的牌，他拿的是轮轮的，他没法砸我。攻击成功，王迅得到钥匙。我现在特别生气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浑身的力量。雪儿，我爱你，真的。以后在娱乐圈有什么事儿，哎，哥只能看着，无能为力，无能为力，没事。我们现在去伏击，伏击金飞。可以收获了。他们追不上来啊！好，你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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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宝贝儿。所以摄像没在，上面有摄像。这次是我的了吧？来吧，哥。哇，酷！来，你来拿来，这是你争取来的，来，你拿，这是你来，你来，那你拿在你身上，我们得快点，我们现在就得赶紧躲起来，走，
得要走其他的路回去。你在哪儿呢，宝贝儿？我在七十位。好，七十位现在还有谁？七十位现在还有雷月亮。你走出来，然后我们见。我已经拿到了。好好好好好好好。刘元出来了。现在是这样，师哥啊，我出来的时候的情况啊，是钥匙呢到迅那儿了。明白。所以是两把都在迅哥那儿。一把，一把，那还有一把呢，在你那儿，在我这儿啊，那是啊。然后呢，雷呢，买了一个迅，买了一个亮。他买亮呢，是我骗他的。我说亮哥上山了，嗯，他就买了亮。我看他买完迅呢，我就买了一个雷。我等他敲迅哥。我这儿现在一个月的，一个雷的，因为月好像买了一个我的，所以我买了一个他的。知道吗？我因为我怕他敲我，他敲我，我就可以立马可以那什么。我把月的这给你，你保护我。如果他敲我，你就敲他。可以，行吗？可以。走是金，结盟呗。你有钥匙吗？我没有。你是没有吗？我没有。我敲一下吗？你敲不开啊。但是万一你有钥匙呢？我没有钥匙啊，我砸一下试试呗。就是你不信他，对不对？就是试一下。试一下嘛。妹妹，你们帮我一个忙啊！他们砸我白砸，我没有钥匙。我们是后上的山，我们啥也没有。咱们结盟吧，咱们合计一下怎么玩。我这瓢没有用了，我买了亮亮的，轮轮让我买的。你听他的干啥呀？那怎么的呢？你就应该买他的。那你给我吧，我拿着来保护你。走吧。这有啥用啊？保护啥呀？整保护你的头啊，这样子人家砸不上。我们这还有个迅哥的板呢，我们现在是一起，我们一起。哦，小心。怎么着？怎么玩？哎，伦伦啊，不是你又骗我呀？我没骗你啊，我骗你啥了？你有钥匙吗？我当然没有了，我怎么可能有钥匙呢？亮有钥匙吗？我没有啊，那我不知道。郭靖没有一把对吧？他们一开始跑得贼快，很有可能就是多半就在他们有一个钥匙。你没拿着？我上山的时候我去干啥去了？我拿钥匙去了。你见着我之后钥匙被拿走了，我俩回来了。在那个板凳上坐一会儿，坐半天，回来休息，我下来的。大哥，啊，他说他上一半坐凳上歇会儿下来了，你信不？给我了，真没有。烧了吧，烧了我也没有。你看，有钥匙吗？没有。攻击失败。那我敲你干啥呀？我跟你说了，我都没见过。亮亮自损一块冰，钥匙现在在谁那儿？迅哥那儿一把，迅哥那儿铁定有一把。那你为啥不敲呢？没找着人，迅哥没了，圈了。这样，钥匙我先还给你，待会儿他砸我也等于零。啊，好，好，然后我待会儿消耗一下他，我消耗一下他。迅哥回来啦！迅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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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伙子，我点你拍他，你先走过去，然后我监控。对，就是人家也这样走，这儿打伤了。我都忘了，刚才换完就忘了。你打我干嘛？你打我干嘛？你打我干嘛？有没有嘛？没有钥匙，没有钥匙，没有钥匙，没有钥匙。你没有钥匙啊？是，没有钥匙。钥匙呢？被谁敲了？不能说呀。不能说。哎，你有几个？什么？你有几把钥匙？大哥，我没有钥匙。迅哥没有钥匙，现在亮亮没有钥匙。那他们说是真，亮哥说是真话。我敲了。啊？我敲了他了，刚才。伦伦，你有几把？预言，你是谁人？他是飞哥人。刚才雷子那边砸了我一下，
没有样式，没有样式，但是我损失一块冰。我觉得啊，伦伦肯定想砸你，因为刚才砸了我发现我身上没样式。师哥，那把钥匙在岳哥那儿了，岳哥又把旭哥给敲了。岳把迅哥给敲了啊、哦、然后他就躲起来了啊，在那儿呢。金飞有把钥匙，我待会去砸金飞。去聊聊，去聊聊。岳哥，你们俩手里都有钥匙。你也有啊？我没有，我被雷砸了。你被雷砸了？你骗人。哥们，你肯定有一个钥匙。俊哥，你是伦伦的锅呀？你是我的呀？伦伦，因为你手里边肯定不是我，所以我必须要砸你。你是我的锅吗？太狠了，太狠了！哎，对，行，就这给吧，钥匙给吧。我没有钥匙。我，在你那。我们没有钥匙啊，老师。我们没有吗？我们没有钥匙。郭靖背有一把，对吧？干，我给你了。师哥，现在两把都在我这儿了，太牛了，咱现在得买锅了。对，我想想啊，迅哥没有我的。你没有兵了是吧？你全换了是不是？哦，你是全有了吧？基本上全有了。你有一把是吧？我有一把，还有两把。我就一把，他至少一把、啊，他有两把，郭金飞没有，我刚砸了。我有三把，你有三把、啊，信吗？我不信啊，三把我不信。对呀、啊，你这是俩谁的？我一个月月，一个雷，我这儿一个亮，一个月月，一个迅哥。咱这样吧，咱别磨叽了，咱俩把月哥干了，完事儿了。好，我想咱俩一块赢迅哥。我把钥匙给迅哥了，岳哥，岳哥，你有没有钥匙啊？我没有，有你就交枪不杀，我俩一人不干你。我从来没有砸过任何一个人。他至少一把，他有两把。哎，我们自杀吧，然后岳哥，你有没有钥匙啊？有你就交枪不杀，我俩一人不干你。小心点！人自己的主意，不是我的主意，不是我的主意。快吃！快兵，然后有钥匙的话交出来。给你，都给你，我淘汰了。啊？我淘汰了。你没有兵了？没了，我没了。我把我这个给你。你快点，你快点拿去保命吧。那这样，那你给我，我先干。换不换锅？妹妹们，保护我，拽住他！别！保护我，拽住他！我没有锅、啊，给你，这给你，这钥匙还是我们的。咱们换郭京飞，换郭京飞。现在换郭京飞吗？咱俩不犹豫了，咱俩就找月去吧。咱俩打个配合，你在后边去。他俩都要攻击你，你打我吧。我不打你，我没钥匙。我不打你，我这也不是你的。没事。僵持没意义，僵持没意义。
跑吧，哥，你先跑，你先跑。他跑不了，我肯定我必追他。你跑，我必追你，对吧？我给你，我给你，我给你。你给我不要，我必须得盖你。啊，我跟你这么说，岳哥，我这儿一把，他那儿两把，都是你的锅。来来来，我要一把你的，快快快，来来来，快砸我！不砸你，我得先砸他。他锅多，我先砸试试。砸我！我先砸试试。砸我！这半段，岳哥，我这样粘着你，你肯定是跑不了了。你这样，要不你用我的，你把我砸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不行，我没锅，我没锅了，我没锅了，我没钥匙。但是你，损一块冰。邓伦损一块冰，你还有冰吗？我没了。邓伦淘汰，我淘汰了。邓伦淘汰，这样咱俩拼吧。咱俩只能同时打了月月和郭京飞，才能拿到三把钥匙。可以，那咱俩一个换郭京飞，一个换云鹏呗。行，那我干，你干月月吧，我干郭京飞。这家伙往那边转，他往那边转了，月，那边啊。我现在包抄也不行，偷袭也不行，因为他们人多。我感觉我有一种去送死的感觉。这儿还能再过去是吧？贾乃亮攻击成功，郭京飞交出两把钥匙，郭京飞淘汰。我现在有两把钥匙，他们肯定敲我，但没有用啊，我没有任何攻击能力啊。我先躲起来，我躲起来，我。我换个雷子吧，然后呢，咱俩交换，你懂了吧？因为现在那个亮亮肯定是防你，然后我去把亮亮砸了，雷子敲砸你也没有用，我最后给你就完了。我得去赌一下亮亮。星哥，这边，我帮你赌他。俺老孙等候多时，猪八戒，滚！俺老孙怎能让你这么轻易把我逮到？我有啊，我肯定有钥匙啊。你敲我干什么？我只有你啊。这我的瓢啊。是。那我下来了，我跟你对决，好不好？我来了，月月，我跟你对决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来了。攻击成功，王迅获得三把钥匙。迅哥最强呀，男团最强。
本季之强赤哥。最后这是月月的，帮月月保存的。好好好，来，可以可以可以。迅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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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你的，实至名归。实至名归是哎，好结尾，好结尾，实至名归，太棒了，恭喜迅哥，恭喜。好，月月，恭喜月月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你们集齐这三把钥匙，可以打开宝库的门。请问迅哥，你是想一个人独享这些宝藏，还是和兄弟们一起分享宝藏呢？必须是兄弟们一块儿。本身这个钥匙也是我跟月月的合体得到的，然后兄弟们一块儿，咱们去把它打开，好不好？好，走，好，走，走。今天月月啊，在两次进安全屋的时候，都给了最真实的提示，都是帮到了我。雪儿也是如此。一直也是非常真诚的在帮我，所以最终能够取得这个胜利，我觉得最应该感谢的就是他俩，感谢月月，感谢雪儿，太开心了。今天我这俩小妹妹太棒了，我要记住他们，我要跟他们交朋友。这一集最后一集，我觉得我们叫传不传得住，我觉得传得住，挺棒的。当然最应该感谢的是这帮兄弟。其实今天所有的这个过程啊，还是体现了爱。兄弟们，我爱你们。作为老大哥，我感谢你们。今天的胜利不是属于哪一个人，属于我们极限男团。加油，走，迎接迅哥下车。四号六号请就位，迅哥已经下车了，迅哥已经下车了。迅哥，哎呦，迅哥小心点，哎呦，迅哥，迅哥，四号四号，好，前面是安全的，迅哥马上要进来了，对，迅哥马上进来，五号五号就位，五号五号，好，迅哥已经到了，迅哥已经到了，好，上面撤掉，好，坐下，坐下，啊，行嘞，好，迅哥安全，迅哥安全，我们先恭喜迅哥获得了我们 MVP 的称号，哦。谢谢谢谢迅哥，那我们请你打开我们这扇极限宝库的大门。我觉得这样，咱们两个人一把，两个人一把把它打开。好，来来来来，来，咱俩一把，咱俩一把，你俩一把，好，我跟亮亮一把，好，走。哎，好 ，OK。还有一个，来来，师哥，走，你开，我保护你。OK， 漂亮。还有一把锁，哦，还有一把锁，里边还有个最关键的，这个没来，来来，兄弟们一起，一、二、三，哦，来吧，哇哇哇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个用心了，用心了，漂亮啊，走啊，走，好漂亮，走走走走走，哎呦，哦，这是录那期沙漠这期，哎呀，沙漠我最遗憾。我最想回到那一期，这太硬了啊！旭哥，这是咱俩在这儿被淘汰了以后，咱俩在这儿照。这是哪期？小邋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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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海时光。啊，这个可以拿走，应该。宝哥，宝哥，宝哥，玩小月月这期，玩小月月这期。对，哎呦，这帅的，这是敦煌啊，敦煌这期，敦煌。哎哎。仔细看看这一个个的眼神，都是那种使劲拼了，就是拼了。不是这个腿，哎，这个腿平时下不去这么弯吗？还有弧度的。哎呦，真棒！这么一看，觉得录得好快啊！真是一转眼哈，十二期完事儿了，多长时间了？这一晃眼多长时间？仨月吧。那时候还凉呢，天还冷呢。对，那天给大家冻得够呛。这些照片能不能真的？真的，咱们把自己的那个都拿好。哦，送了个礼物，对，这就是送给我们的礼物啊。哦，不是一人发一本吗？哎哎，这么黑呢？谢谢，还有我。
没有什么岁月静好，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。山河无恙，幸得有你。你们俩二十年了，他肯定更愿意坑你，但是我会保护你。一起拼，一定赢，水不在清，能喝就行，跟我搭档，定赢，走。先打我吧，我替我哥挡着，打我。那是吗？998了，998，一千万了，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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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我们要帮他圆梦，让他一定有满满的那种成就感。啊！成功了！一起，一起上，一起拼，一定赢。奥利奥，来，叫我一个人去享受生活，我觉得有啥好享受的？我想跟你们在一块儿。林哥，我帮你。林哥，爱你。80对70的致敬啊！一个人在战斗，我是跟所有的队友们在一起。赢了，我们要拼，拼进每一秒。小姐，欢迎我们的哥哥来到《极限挑战》第六季的毕业典礼。看着这一块冰呢，就化成了水。哎，我心里边现在这个冰真的就化了，真的化了，但是它不是消失了，它化到了我们的心里。我爱你们。忍住，忍住，忍住，忍住啊！刚才我看那个片花，我就很嫉妒他们，他们都亲了月月，好像我还没亲过，给我个机会吧。好了好了，忍住啊，越劝越忍不住是吧？好了，金飞，你来吧。挺感恩的，谢谢。一个老爷们儿哭什么？对呀。
雷子，如果我真感动的话，我就不想表达了。现在我就不想表达了。他把包袱甩给了你，如果真感动的话，就不用表达。来亮亮，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我嘴碎。我想说一件事儿，就是我们成团那一期，我一个人在台上表演冰雨。当我转头那一刻，我看着所有的兄弟们为我欢呼，替我鼓掌。我在那一刻，我就认定他们是我一辈子的兄弟。谢谢。其实说实话，我没想到我会止不住的难过，但是我自己知道为什么。可能对于我自己来讲，到现在能收获这五个哥哥，对我来说特别的珍贵。我哥哥能对我这么好，我打心眼里特别的感动，我很感谢他们能给我温暖，很感恩，我会做他们一辈子的好弟弟的。我在这儿真的要感谢节目组每一个这个工作人员，他们在背后吃的苦要比我们多得多得多。我在这儿真诚的感谢每一位工作人员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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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也代表整个节目组特别感谢六位哥哥在十二期节目当中的付出。既然是毕业典礼，我们也有一份毕业证书，请送上我们的毕业证书。现在可以打开这个手中的毕业证书，看看里边究竟是什么。Oh my god！ 恭喜你们极限挑战第六季顺利毕业，现在请前往机场极限宝藏行，现在开始。机票哎，又开始了。我们复读了。啊，复读了。又开始，紧接着又开始了。所以我现在正式宣布，我们极限挑战第六季正式杀青。同时我宣布极限挑战宝藏行三区三州公益篇正式开机。一二三，辛苦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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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最后用我们的 vivo X 五十系列5G 手机，可以一起拼一起赢极限挑战。